在太平的朋友，我们找到这家的 Mas Cafe， 早午晚餐甚至是宵夜都能在这边解决的好地方。他们的 menu 超过百种选择，而且现在还正在陆续推出新 menu。 想要喝酒的话，这边的酒类也有很多选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来这边吃东西有 10% discount， 喝酒的话在这边全天都是 happy hour 的价钱。早餐来一份蘑菇蛋卷，它的 omelette 每一刀切下去都能看到馅料，再来一份 chicken wrap， 配的是炸 sweet potato， 既有饱足感又不会太过 heavy， 我是觉得早上很适合吃。嘿，这一份是爆米花鸡粒冰菜 salad， 它是爽口又健康的。 burger 我们 try 了两个，西班牙黑毛猪排 burger 跟 smoked chicken burger，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东阳炒饭的分量吓到我，它的饭量很大，加上 chicken wing 简直是一级棒。咸蛋意大利面浓浓满满的咸蛋香味，这个与众不同。再来两份他们的招牌美食西班牙黑毛猪扒，它不会有猪骚味，而这两块肉他们是给到蛮厚的咯，加上冰菜 salad 吃完很满足。最受欢迎的 The Mas Pork Chop 是他们特别调出来的 sauce， 有蘑菇片。不要吃猪的话，你也可以来这边 order chicken chop。 我们 try 了他们当中的3个口味，当中我最喜欢的是 cheese chicken chop， 它的鸡扒是拿去 grill 的，不会干，配上上面的 cheese 很搭，而且不会腻。而这个唐人街鸡排，它的味道就有一点像妈咪鸡，也是很不错。最后这个 The Mas 鸡扒，你不要看它干干这样，精华都在马铃薯泥里面，让你配着来吃。小吃我们点 onion ring chicken wing chicken popcorn 来咬爽爽。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小吃的选择，饮料 cocktail 的话就推荐你们 passion colada 跟 mojito， 要 alcohol free 可以点 soda， 这边有 blue lagoon 跟 lychee yuzu， fresh 一点就来一杯 ice lemon tea 或者是 orange juice 咯。可是我们两个小姐姐最喜欢的还是 milkshake， 这边我们 order 的是 oreo milkshake 跟 strawberry milkshake。 隔壁那间 ok duck 也是他们的，你要进去里面丢飞镖、打 snorkel、 喝酒、吃东西都可以。 The Mas Cafe 每个拜三、拜五、拜六都会有 live band， 可以来这边一边听歌喝酒一边享受美食。太平的朋友赶快叫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这边 enjoy。 Hey， 喜欢我们的作品或有兴趣合作，只要在 Facebook 找林时林就能看到更多我们介绍的影片哦。